暂停回来重新看比赛，第二节比赛只剩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了。现在场上比分，广东东莞银行57，青岛双星32，双方25分的分差。打到内线啊，篮下强起是造成了青岛队防守队员的犯规。苏伟要站上罚球线了。苏伟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去年夏天中巴篮球对抗赛中的打架事件。嗯，这个作为朱芳雨的忠实保镖，苏伟上前这个一顿乱忙活，结果自己的手掌是骨折了，给打的，也一度是退出了国家队。亚运会没打了。对，所以说在篮球场上我们激烈对抗是应该的，但应该是还是要保持冷静。嗯，下这个上人上己啊，高抛好球，郭鹏这球节奏不是很好，李布朗又突进去了，好球，传球，犹豫犹豫，多好的机会，第一下是不多余的，可以起了，刚才对你不进也是犯规啊，刚才那球转头人家投一三分，刘亚丽平手，对，也许我们投中那个球他这三分就没有了呢，对，是不是啊，他不一定是五分球啊，也许我们再投一个三分或两分呢，所以他这个东西就是说一环控制不好哈，他整个的下面的出现连锁反应。对，要是打内线，篮板球又是被广东抢到外围，哎呦，又是这个一号莱斯特哈德森，他这个哈德森的投篮命中率，这个三分命中率很高啊，很高啊，他是那种颠投，和布朗这种跳投不一样，这种颠投可能没人防守的时候命中率会相当高。双星这也干脆放弃抢这进攻篮板了，就让布朗一个人在这罚吧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、啊！嗯，江振秀看着对方的这个篮球的这个阵容啊，眼红啊，自己也羡慕，羡慕极了。这是一个队啊，有这么多储备人才啊！对，全国有这样的队，当然了，他可能最好的储备人才的一个队，但是加起来呢，对我们这个。说起来，我们这个体育大国，篮球这个人才确实不缺乏。嗯，就看我们怎么捏合。人说广东这支球队，你可以组成两支水平相仿的球队打联赛，都能打进季后赛。对，这是不夸张的。上半场一号莱斯特哈德森得分应该是这支广东队最多的选手，我们印象中他已经是投进四个三分球了，这又是让苏伟捡进攻篮板，哎呦，断球，漫不经心啊，我们队员的漫不经心啊，也看出这个细节，广东队非常警觉。好了，这样的话双方的半场比赛结束，观众朋友们稍事休息啊，进入广播之后一起来欣赏双方下半场的比赛。好，游戏。